可以拿它甩尾。转台湾夹套头，你唔知这是啥？这是嘛上夯的甩爆三轮车啊！甩爆三轮车？系啊，这嘛上夯的哦、喔。这嘛上夯的啊！你台湾夹套头，你唔知？志宇大哥，你这车真是羞怕啦，真正是我头一摆看到的呢。重庆是大，那三轮车大台台一定拢有看过，无看过这小台哦、喔。据小白哥讲，这甩爆三轮车最近才伫台湾开始流行起来，因这团逐礼拜拢会招出来耍。今仔日我有机会会当拄到，算是福气啦。啊无，各位大哥，敢会使我试看卖啊？我这台三轮就袂歹哦，而且还有颜色搭配，粉红啊色的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我无通啊吹，无动力，咱也叫用搭的？因为这是初学者爱骑的嘛，啊，袂使用吹的，用吹的受大力，会冰车啊，会冰哦，会哦，这样会冰哦，会啊，速度较紧就冰啊，这较低嘞，一定会啊，啊耶哦，这就要先用搭的，啊去感受着，对啊，感受伊的速度啊，第一个要注意速度跟甩出去的技巧，甩出去反打之后不能再回打，甩出去反打不能再回打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打之后，它车身才会漂移出去。如果你在反打之后，它就直接360回来了。是啊，哦，好，安尼嘛，啊，这简单吗？不简单的啊，都太高台，无，就是安尼尔。哦，你这真假的？我头一天坐中车，我安尼准备好未？小可先坐蓝宝坚尼，看看。呀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啦。好，大家见嘞。好，甩尾。哦，呼呼，甩尾。哦，甩尾！哦，呼呼！哇，真正安尼就甩尾了嘞！对啊，你爱用电车速度较慢嘞，哦，较慢嘞，慢慢啊，愈来愈紧嘞，对啊，愈来愈紧。其实无准哪，我想讲准哪呢？对啦，这就是照迄个感觉，啊，差不多有一个速度，啊，你小可安尼喊一下就过啊。对哦，有你用，你先示范一下，足紧嘞，啊，甩尾用大，我看卖。好，啊，你先试一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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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细你，卡细你！其实嘛，无像你遐简单嘞。即马伫咧台湾是愈来愈侪人算这啊嘛？有啊，有。你哇，一年多了。啊，你家己是本身算偌久啊？算我一年2个多月吧，一年3个月。哦吼，这甩爆三轮车真正真好耍，就是打三轮车打到好有速度，用头前力度嘞。后日就对另外一边甲吹过去，那亲像咧甩尾同款。这种运动原本是伫个国外流行的，最近才有台湾的朋友要研究，因为这车简单好耍，够速感，对因台的会少少去佚佗，有时阵过去申请山内底的公路，体验无同款的趣味。阿公兄讲，虽然这物件好耍，但是安全一定要放第一。是讲我脚踏真久会忝呢，你换一台电动的好耍好不？哇，出来了！哦，旁边人小心哦！转的时候就是还要再补，对啊，再补才可以画得很大圈呢。哦，那你试一个转的时候再补给我看一下，转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太难，就是我可能会的。来啊！加油！
简单吧？哦，感觉还不错哎。哎，是今天你穿的裙够平，够清洁，够清洁。画大圈啊！对对对，哎呀，那看你直接被点醒，你看你要用360要往度。要有胆量，有胆量是吧？你有胆量，你有吗？我先下车，我下车。这胆量是什么？所以，小杨团长，你是哪里人？从哪里过来台北？我是从新竹来的。对，我就上网看国外的影片，看到机，哎，蛮好玩的。台湾没有？没有，台湾那时候。可能还没有啦，我就是看影片，然后这样子捡了脚踏车，那种破破烂的脚踏车，然后来拼拼装装，哎，对，然后就开始。现在还有？对对。就安尼升起来。对。啊，大哥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新竹。也是新竹啊。啊，你是因为就是看团长有玩到一起交流，对，就本身自己蛮喜欢自己的。喜欢极限就是，对，要看他们玩就蛮不错的，也是一样。后来就是土法炼钢，然后也是到报废厂去捡脚踏车，然后回来自己。我觉得有，所以这架是你家己的吗？对，是我自己的。哇，而且你个用这复古色哦，哎呦，帅哦，厉害厉害。啊，这位新北山的大哥，你对倒位来？屏东。你讲哪？屏东。屏东嘞，台湾上南边的屏东。对。变起来台北干胜。为了要看你。哎呀，你好害羞，不要这样子，太会说话了。所以你当时屏东干嘛？你甚至我们是刚开始的，屏东是刚开始，刚开始，然后也是北部开始就是认识他们，然后我们刚开始这样玩的。所以可以说是你们整个玩这个车友，应该是全台的遍布圈。对，都有。现在目前是要遍布，之前是北部占据的，是的。那花东也干部有，也有部分。想袂到啊！佮有冰冻的车友专工走起来台北做火星车，阿公兄讲，其实这种运动无分南北，无分年岁，坐落去就会当耍，技术较悬的，还佮会当跳咧。而且因为一整家车伫叮当的时阵，可能走20公里的速度，会予人有60公里的感觉，会当是简单方便的好运动。不过阿公兄讲，伊的车要升级啊，爱我朋友阿天啊，安尼较会当走较紧。打多久啊？打到饱，打到饱，要撑爆它，对不对？哇，打到六十公斤，我看一下，现在才18，那么久啊？不会啦，到外面哪有恐怖内伤啊？真的，那个电感觉很好。对啊，这车东西独立的嘛。所以像这种实体的店面，台湾多吗？不多，全台湾就一家。就这家哦？对。也太荣幸了吧！都刚刚进店哦。就在那给你们找到。哎呀。好了。你打过来。有开始有。有啦。有不错不错。你这店真的还不错哎。那酒店的枪他做出去改，你在有听见吗？打。老高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谢谢你，谷歌，我玩的啥？差不多，我讲啊，报一个，今天报一个嘞，哟，今天人家最用的嘞，有啊，好，安尼拍袂起来噻，有啊，没拿，没拿，了解，我是谷歌，你这只车，佮他安装改，安装不改一样。那就看你是电动脚踩，有碟刹，碟刹旁边那个也可以改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帅哦。我觉得碟刹，这就是。而且伊是规个，这种是圆的呢。对啊，圆啊。而且一般呢练嘛。你有刚刚这练小块穿那个什么百步蛇啊？那爪哦，那种爪的感觉。像这间店也有客制化的，对，都有。其实这都是客制化，这没有都还没有走向量产。真的、哦，哇！所以可能其他这些东西独一无二几家呢？有，但是只是它是不是比较低，把人放无力啊？然后开玩笑开过 ，Hello， 哇！啊，你看你这个，这种哎，会有这个问题啊？会哦，就是车身很低嘛，都贴着地板，感觉都贴地板，离地板大概10公分而已。10分钟，10公分，离地板10分钟而已，这要够，看到这尼啊侪涉牌的三轮车，我当然卖头晕。阿公兄直接讲，以前细汉的时阵是甲厝边囡仔骑马相搭，较大汉的就算脚踏车的年轻，
想袂到即摆变作耍三轮车，而且愈耍是愈趣味，愈来愈侪朋友斗阵参加。即摆先去处理好啊，大约束要来一摆，发到一堆速度较紧的比赛。牛机长，刺激刺激，到底多一堆会胜利呢？子立，刚刚是怎么了？突然不小心被我们超越。啊，有点滑，没关系，努力一下嘛。对对对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。所以你们其实会不会培养像说小朋友来玩这个？像我呢，一般小孩子，我两个小孩子是大概小五、小六才小六吧就开始玩。一般出门的全家四个人，对，全家的一个互动啊，不管是在山上场地都一样。是，对，所以没有限制族群。那团长，你有没有想说把这个运动做怎么样的推广跟宣传？我接下来会办一些活动，是啊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。是，我希望是说，大家不要我们玩这种三轮车，也可以达到这种乐趣。一场不其然的邂逅，让我重回小时候一大群朋友玩在一起的乐趣。做好安全上的管控，让我们放心享受，放任那快速旋转的轮胎。取代了双脚追赶跑跳碰，让人怀念的朋友一同欢乐的美丽时光，在这新鲜运动的进行中，重回我们怀抱。